这件泳衣主打材质柔软轻巧，能为初学游泳者减轻不少练习的负担。此外，其特别针对女性容易在意的腰部曲线进行雕塑，不仅剪裁服帖，更于胸前与腰间的线条制造出收束的视觉效果，且还讲究地采用环保染料，对环境贡献一份心力。另一方面，也因属于基本款式而未有认证标示，且它的剪裁为偏高叉的三角裤型，若在意溢出大腿赘肉，则不妨再参考他款。这款泳衣的材质颇为讲究，对于游泳池中的消毒水成分也有一定的耐受力。此外，厂商考虑到穿住者的舒适性，选用了加粗的交叉型肩带，并搭配弹性纤维来加强包覆感，使其既合身又亲肤。而胸口上则搭配了网状布料，能够若隐若现地透出肌肤，让总是给人专业印象的连身泳衣也多了一丝温柔的韵味。只是这样的网状拼接是否会影响游泳表现便有待考验，且因肩带无法调整而可能不符合某些体型，因此建议将其视为平日休闲运动时的款式或许较为恰当。泳衣大厂的 Arena 为终结者设计的这款朴实泳衣，采独家开发的双向弹力面料以及贴身的剪裁，不仅使视觉效果呈现更利落，在水中也能更自在地活动身体，帮助加强泳速的动作更到位。而另一大特征则是离开水后能快速风干，训练时便不必在意上岸休息，热身期间浑身湿透的不适感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此件仍以训练为主要使用目的，对于参与竞赛方面设计的性能还是稍显不足。品牌独家的 Body Lift 设计，针对胸部、腰部、臀围等各部位进行塑身剪裁，完美包合各式身形，并使泳速维持在一定水准。而背后的交叉型肩带以及叉片式胸垫可在依个人需求进行细部调整，使得穿着的贴身感更上一层楼。另外，其外观印有烫金曲线条纹，能打造鲜明的视觉印象，同时亦可提升泳衣的高级感。稍微可惜的是，内里布料的尼龙比例偏高，频繁的长期使用便容易使品质下降。大厂 Speedo 为了减少泳池中氯成分对布料的破坏，同时加强弹性与伸展性，推出了这款经过科学研发之泳衣，最大特征即是获得专利的高抗氯面料及弹性纤维，即便历经多次使用仍维持和新品一样的延展性与舒适感。此外，顾虑到使用者可能会在各式的游泳环境进行训练，它也搭配高度防晒系数，让在户外练习时也不必担心受到长时间紫外线直射的伤害，对有长泳需求的人相当适合。这件泳衣是在厂商特地研究游泳者的活动姿势后设计出，使肩膀与背部的活动更为顺畅的训练用款式。其透过 100% 聚酯纤维织成的独家 U-Fit 材质提升抗氯性能，也兼顾了穿着时的柔软触感与伸缩性，使泳衣不仅能保持长时间的高强度水中训练，也不轻易受损而影响泳速表现。而且此款泳衣也附有置入胸垫的空间，可搭配厂商所推出的各式尺寸胸垫，能够更符合不同身形的需求。这款是由本土老字号布商所开发的泳衣，在2012年更以专业竞技型泳装产品获得经典设计奖，可见其品质受到相当程度的肯定。它不仅采用高弹性纤维，更以符合人体工学的版型剪裁加强穿着时的贴身感。其次，布料上还加入凹槽设计以减轻阻力，并藉由波水效果帮助游泳者更顺畅地通过水流，在前进时也能维持轻盈自在的体感。而此厂牌坚持从设计打板到剪裁与出品，都采一条龙式生产以维持高规格的品管，正适合想要高性能商品又支持国货的朋友。
这款泳衣采用独家研发的 Tough Suit 技术，主打高强度与长时间的训练都不会轻易裂化的耐久性。再者，厂商应用复合布料技术，配合精细的车工，使其拥有与其他面料相同的舒适与贴合度。除此之外，本泳衣减少了包覆背部的布料，让肌肉与手臂可更自由活动，并可依照个人需求或赛事规定加挂胸垫。对于为了参与竞赛进行重度练习的人来说，是一件非常耐穿且肌肉活动也不受局限的实用泳衣。此款泳衣依据身体的不同部位配置进行不同加工过的布料，为的是让任何泳姿及施力方式都能完到位。此外，布料表面施以特殊细长的凹凸结构，一来可减少和水之间的摩擦力，二来能减轻泳衣的重量，双管齐下的从抗阻轻量化着手，有效地减低选手追求速度时的负担。此外，这款也特别针对长泳竞赛的需求，加强下半身面料的伸缩弹性与韧度，减缓肌肉因长时间高强度打水动作而感到疲劳的现象，有助于游泳者在赛程中维持足够体力勇往直前。已经有一定的训练程度而打算参加赛事时，不妨参考此款泳衣。其以特殊的蟒蛇状织布设计打造扎实的质感，同时又能与肌肤紧密贴合伸展，搭配波水机能后，不仅确实地撑起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也将水流带来的阻力降至最低，使用后也相当快感。而交叉蛙背设计则有力转身，且肩带不易脱落，让比赛与训练都能灵活自如。加上其采顶级压印技术，让竞赛泳衣也能有亮丽外形，据悉下水后色彩会更发鲜艳呢。相信有在关注国际比赛的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品牌感到陌生。以海中遨游的鲨鱼为灵感，这款商品采用全身压缩设计，轻盈的衣料如第二层肌肤一般紧密贴合，同时将水阻大幅降低，搭配适合手臂大幅摆动的开背剪裁，让使用者更自在地掌控身体，在水中锐不可挡。厂商在打板和样式上也花费了一番巧思，首先是完整包覆的五分四角裤，不但能协助腿部施力，对于不习惯露出下半身肌肤的朋友也相当友善。再来是简约却醒目的撞色图样，不仅有特色，而且十分耐看，不外乎是极简主义者的首选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